嗨，欢迎来到美篇，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，帮你懂自己，爱自己，经营亲密关系，化解情感危机。欢迎订阅，与11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到了一定年纪，请先学会沉默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。在网上看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，有时不是沉默，只是无力诉说。这句话有点无奈，但是却揭示了现实当中的真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为人处事看破不说破是一种大智慧，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。有些秘密只能藏在心里，不能逢人就说，有些事不想去点破，多说不如少说，少说不如不说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非常善于演说，有不少年轻人慕名来向他求教。一天，有一位青年前来请苏格拉底教授他演说的技巧。紧接着，青年为了表现自己，在苏格拉底面前大谈演说如何重要。苏格拉底等他说完以后，向他索取了2倍的学费。青年不解，询问原因。苏格拉底答道，因为我除了要教你讲话以外，还要教你如何闭嘴。海明威说，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，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。很多事情自己心知肚明就好，看透不点透，看穿不揭穿，凡事给人留一点余地，给自己一点空间，不仅是一种善意，也是对自己格局的彰显。不嚼口舌，不与人争论，更不在背后议论人长短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还需谨言慎行为好。在多说无益的时候，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。莫言曾经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个解读。小时候放牛时，他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。母亲痛苦地劝告他，孩子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？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，他发誓再也不说话。但一到人前，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。话说过之后，又后悔无比，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。所以当他开始自己的作家生涯时，就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，莫言。不说出来，但是写出来，才成就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。可见沉默是金，这句话对作家而言难能可贵。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说话讲究分寸，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，也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。有时一句多余的话，就会让场面变得尴尬，让别人下不来台，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。适时的沉默，能不着痕迹地化解矛盾和尴尬，缓和了气氛，也让人如沐春风。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给别人都保留一定的余地，给彼此沉默的空间，少一些愤愤不平，恶语重伤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，这样才能持久生香，互相欣赏。就像有人说的，从前理解不了的以后会理解，小时候理解不了的长大会理解，长大了不理解的，年老了会理解。容许他人用其喜欢的方式自由存在，
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。静坐常思已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一个人若能时常静下来沉思，反省自己的不足，不议论是非，在认清事物本质之后，保留一颗慈悲平和的心，终有一日，他就能真正接纳自己，也能包容别人。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杨修就是典型的话太多。许都建造府邸，曹操看后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，在场的人都不理解。恃才放狂的杨修说，门里边添一个活，不就是阔吗？远相是嫌门府太宽了，应当修窄一些才显得好看。曹操事后听了杨修的话，表面上十分称赞，心里却记恨杨修。有人送曹操一盒高档食品，曹操搁着一旁没有起风，拿笔在盒上写下一盒酥三个字就走了。杨修擅自做主，让左右人分吃了，被问及原因，回答说，盒上明明写一人一口酥，我们怎么敢违抗远相的命令呢？曹操听后笑了一笑，心里却更加讨厌他。就这样，自我感觉良好的杨修因为一次又一次多言，最终被曹操以扰乱军心的由头诛杀。人应当适时展现自己的才华没有错，但是倘若恃才傲物，随心所欲，便容易造成别人的反感。适时的沉默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，也是一种了然的智慧。在沉默中学会沉淀自己的情绪和思维，充盈自己的灵魂，既是对别人的宽容，也是对自己的保护。朱自清说过，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，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。做个沉默的智者，人生无需多言，也无需解释。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，去看世界的热闹，阻隔外界的纷纷扰扰，把每一次沉默都看作是洗涤自我、重获新生的过程。沉默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面对厄运处境不变的坦然和镇定，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宁静和自信。道德经里说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，人生要学会沉淀，沉默是一种成熟。与自己对话，与灵魂对话，享受沉默的时光，读懂内心深处的情绪，安静地感悟岁月的美好，让浮躁的心沉淀下来，以柔软舒适的姿态面对一切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因为在淡定和恬静背后，是更辽阔的远方和更美丽的风景。这篇文章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守候。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，请把文章分享出去，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同时，为了更好地和粉丝互动交流，我们在 Facebook 也创建了公共主页，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。每篇主创阿豪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，但因每天收到的私信过多导致回复不及时，阿豪精力有限，会优先处理 Facebook 的超级粉丝。踊跃留言评论互动即可获得超级粉丝称号，期待与您在 Facebook 相遇。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，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。在这里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